说，我觉得超级好，所以呢就可以尽情的玩，然后就不用害怕有玻璃心会破碎。没有，我因为我有听到女神两个字，所以我竖本来啦就是起的这个竖井的这个对他非常尊敬，但是呢跟他合作大概两分钟才知道说原来他的人非常的这个亲民，一个车神，他的手被车门夹到，而且是他自己的车，对，自己关门夹自己，我说啊你怎么啊我被车门夹到，那我们大哥他们也比较没有耐心，你们最好乖乖好这么轻松，你有这么轻松，也很喜欢我，像我今天知道王世坚大哥，他是我的粉丝。他今天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眼睛里面有散发出粉红泡泡。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粉红泡泡，我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他露出那个少女的样子，非常可爱。我没有去直击他的抽屉，我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网络世代，大家可能没有时间。看电视，回家可能不会开电视，但你一定会碰你的手机，所以我觉得一个网络节目要做的优秀，让大家随时随地想看，或是想出去玩，或想吃什么，或想要看最近排行榜，就想到我们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品牌的感觉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我们当成工具人。开始我是担任教官，就找他们两个查，其实我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我跟他们两个不是太熟，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两个很弱，就是我可以任意的攻击，我可以说真心话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，所以我就是帮各位观众做一个监视的角色，所以知道什么样是真的好，他说好不一定好，是我说好才是一致通过。如果想知道现在最新最流行最好的东西，就看不推怎么行，保证你是时尚最尖端的那个人。